Siema.心疼，邓晓的事儿，对不起。我相信你。很久以前的事儿了，都过去了。我回头给你解释。我就是忍不住想在他面前宣示我的主权。我想好了。过几天就让我妈回疗养院去住。其实，换位思考，我也能理解你妈说的那些话。她也是为你好嘛。我不光是为了你，还为了小芳呢。嗯。那衣服吊牌拆了吧？穿着那么好看。以后多买点新衣服。我又没什么应酬，买那么多衣服干嘛？穿给我看，穿给自己看。你看嘛，你那么忙，哪有时间看我？谁说的？总算是消停了。